还有大仙寺哦，那进香会很高呢。还有高雄九凤宫，现在就是台北，不，台北戏子，台北戏子，普温宫、普温宫、天子普温宫，还有大仙寺。进香哈，可以参观那个新建的三宝殿，不是重建的三宝殿，新建的准提殿、准提佛母的圣殿，还有九师殿，都民国106年，今天11月11号，那今天才10号了，10号，今天10号，11号，12号，12号，国父的。诞辰纪念日12号，中华文化复兴节，农历9月14号哦，还有大仙寺要举办，重建三宝殿都是快木建造的呢，建筑界的瑰宝哦，还有新建准提殿、祖师殿、圣像、开光大典，